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上一西达加口上一西达等于三分之一啊，他你求这两个函数值。好，我们首先哈，这个怎么做哈？我两边给它平方，这平方的话，这个平方在这平方是一嘛，加上交叉项两倍的上一西达，口上一西达，这个是等于九分之一，啊，这个刚好是等于sin的二西达，所以我就晓得哈。sin 二西塔等于多少？九分之一减一，就九分之负八。好，这第一小题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二小题。cos 四西塔可以写成两倍的二西塔，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一减掉哈，这是二西塔。一减掉多少呢？两倍的 sin 哈。二西塔的平方，我用倍角公式，那这一减掉两倍的这个平方呢，八十一分之八八六十四，所以是八十一分多少呢？一百二十八哈，减掉八十一，七四十七，负四十七啊。所以第二小题是八十一分之负四十七。